因为是一月一号。嗯，有他，可是他等一下可能要去，对，他有上来啊。他问我说，三天都有直播吗？我说两天。他说哦，也可以啊，很棒。他那个也是有直播的呢，他的节目现在也是改有直播的。你说那广播吗？对，广播，他广播现在都是广播跟直播一起啊。一起好了，对。现在都这样子，因为广播现在比较少人在听，所以他们就会顺便开直播。去刺激他的广播啊，对啊，因为而且现在广播还被那个有一个叫 Podcast， 你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手机版的直播啊，手机版的广，手机版的广播，是，就是用手机来听广播的，有我们有啊，我听过啊，那个 Podcast 啊，那个现在那个也冲击到广播市场，现在那个很多人在听的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就是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听。对，那个什么有一个叫骨癌的啊，我、哦、那个超多人听的。还有上面哦，它有一个 app 是上面都有很多的那个电台的。对，你直接按进去就可以听的。对啊，现在大家用手机在听的。我那天就有下载 podcast， 而且以前听广播还要耳机，现在不用。对啊，直接可以用手机这样听。我那天有下载来听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有些人不喜欢，不想要看东西，只想要听。对啊，因为你有的人没有说开车才开车啊，不然其实现在你不觉得是开车，不然去 Seven 里面才听得到广播吗？对啊，现在没有什么，现在 FM AM 很少人在听的啦。陈汉今天要下来。是哦，文采你真的是很狠心呢。你有给陈汉加薪吗？加西郎？你要中干主委了？不会涨啦。那个，你跟我不要呢？跟我不要。我海瑞你好，我要去前面啦、啊。我们去前面啦、啊，今天很辛苦哦，今天人手只有这样子，你们赶快来买啊，就可以早点休息啦。我、哦、那个镜头已经买好了。现在都还没什么人。风之翼你好，我等一下镜头再挂上去啊、哦，现在不需要，现在不需要挂镜头。
今天天气很好啊，赶快啊！快来啊，快来啊！今天天气超好的，一点都不冷，快热死了。我问一下，问他要吃什么，那就吃冰淇淋啊。等一下，我直接进去。他现在在忙，你现在问，现在烦他。里面有麻的青菜粒。空在家。你爸爸留。文才欠吗？文才说你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巧克力冰淇淋啊，两只啊，我一只，红豆一只，这样懂了吗？巧克力冰淇淋啊，红豆一只，我一只啊，我们两个。排很久，好不好？拿叫陈汉买来了。这样懂了没？我跟红豆一起吃巧克力冰淇淋给你看。下个礼拜你要来啊、哦？好乖哦。你要来买什么？要买黑胡椒猪排，我帮你包好哦。啊，不过那个价格是 double 哦。有没有听到？赶快啊！他不要包好的。他不要包好的。因为他用，他不需要包了。他说实在的。哎、欸，妙威，陈妙威。说实在，他那个不用包的。Hello， 潮州小妹妹你好。Hello， 你俊威你好。好，就这样钱，我这样钱可以不用来啊。今天是新年来会有红包啊。我说当然是没有，今天又不是过年。因为呢，这样更好的红包吗？想太多。我说可是今天是新年，我说今天大家帮你啊，不是农历的新年。他说来会不会有人给他红包啊？今天爱求。三天连假哈、啊，今天没事的。今天前面是红色红豆特辑就对了，今天整集都是红豆特辑，不是只有前面。文才，文才，你说我不用，我不用巧克力冰淇淋了。那红豆又说，我如果我没有，他就不想吃了。如果我问红豆是不是，他说红豆，文才说我没有巧克力冰淇淋，是我没有你就不想吃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就没有两个同吃一只、哦、啊，你一只来，一只你拿一只来，我跟他一起吃同一只，看你决定哪是要两只还是一只，你自己决定哦，你自己决定。看着办，看着办，看你怎么办，看着办。好，自己看着办哈。看着办哦，看着办。安杜拉多尼奥，张淑凡你好。文才自己啊、哦，自己决定哦。你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考虑啊、哦。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考虑。我相信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可是这个天气吃巧克力冰淇淋不是越冷缺，越冷吃冰淇淋越过瘾吗？哈根达斯的哈。哈根达斯的，哈根达斯巧克力冰淇淋。哈根达斯要焦糖那一种比较好吃吧？哈根达斯的，有听到了哈，要哈根达斯的。哎，哈根达斯，我怕它下来的时候已经融掉了，我怕它拿下来的时候已经融掉了。他可以在外面的生日买进来啊。打左好了，打左好了，打左边，对，打左边，因为这边都有灯，只有这边灯。文仔，你自己决定呢、啊，我要出去啦。不可以给你看太久。那边没摆，另外一边没摆吗？我看。上班来了。哎呀，三刚那个来。你有自己啊？有啊。
另外一边没摆哦。哎，新的灯。阿丽你好。这新的哦。你看了，咱开演唱会啊。安尼是迄支长的无去啊？不是，是长的。这个头换掉了，换掉。那个长的头换掉了。就要那种了。对，那是金属吗？阿瑟呀。张书凡，我儿子跟红豆合唱哦，早上有上吃起玫瑰花今天赶快来现场哦，人潮还没出来，现在几点了？我看一下，12:30。贵妇团来了，秋彩虹林，秋林，秋林，我没看过你耶。那贵妇团不是啊，他走了。黑林，太阳好大。有用那么高吗？平常又那么高吗？哎，我给你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给你。文采为了红豆，我会顾好身体哦。陈汉，你现在到哪里啦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你还真的下来嘞。来，我准备要架镜头了。
但有没有模糊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模糊。我看一下，有模糊吗？应该没有了哈。方子章你好。这个就是那一个很贵的镜头，蹦蹦蹦 Go Go 的 Go Vision。来啊，赶快来啊！赶快来啊！这里一起过年啊！林一中你好。开始给他烧钱，烧钱我长去台北参加跨年演唱会后，压轴演唱会，那个上台唱歌。那跨年之后，第一个就是我唱的，我唱。人家这条生命花，这货到特写，那你想到丢掉？你找到我当然来对啊，林一中下礼拜见，下礼拜六见。我今天早上离港没有啦，我在粉丝团有公布咯。林中你好，不好意思啊、哦、那个礼拜天早上有，今天你赶他休息。先汇款，要先汇款，听到没？先汇款。